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Toby。 我们今天会看一个63号薄扶林道的开放式单位，位于一座的高层衣室，实用面积209尺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向南山景，我们一起看看。由九龙建业发展的63号薄扶林道在2020年入伙，共有两座。我们先看一看洗手间，洗手间是旗杆的设计，非常之企理。开放式的间隔，业主放了双人床和有衣柜，还放了一张书台。开放式的厨房，最后我们走出去露台，露台就会望到向南的山景，景观非常之开扬。在市场上很少有开放式的户型是可以望到这么漂亮的山景的，如果大家看到这条片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络我的。